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桃竹新闻，我是蔡文琪，带大家来关心这个礼拜桃竹地区的新闻集锦。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新竹市的孩子们非常的多才多艺，最近呢就有七间学校把学生的美术作品都集中在一间知名的购物中心来进行联展，人来人往的购物商场突然出现了很多画工精湛的美术作品，当然吸引了很多的民众停下脚步好好欣赏。购物中心的走廊上出现了许多精彩的美术作品，有的笔触生嫩，有的则是画工出众。最近新竹市有七间学校把学生的美术作品都搬到了购物中心，要让往来的民众一起欣赏学生们精彩的画作。有绘画、水彩、蜡笔等基本元素，更是结合了传统的水墨画以及新元素彩铅。这次的画作当中更是有两幅作品荣获新竹市美展初赛中年级组及高年级组的第二名，可见竹联国小美术人才的辈出借由一届一届传承下去，让美在生活中绽放光彩。不让其他学校专美于前，高峰国小端出他们发展已久的玻璃特色课程，这些玻璃作品都是学生花了不少的时间制作，趁这个机会也一并展出。我在彩绘的时候想到了夜空，所以就加上了月亮和星星，还有一些线条，让大家感觉得出来夜深的宁静气氛。那时候上到毕卡索的课程，所以里面有立体派，然后所以里面有一些正面跟侧面。这项联合策展活动已经行之有年，但以前只有三间学校联合策展，今年加入了竹联、高峰、东园以及新竹国小四间学校，展出内容变得更加的多元跟精彩，包含竹联国小、高峰国小、东园国小、新竹国小，我们总共七个学校的小朋友一起在巨城这边来展现他们的才华。提供这次场地的是新竹市最知名的购物中心，业者对于公益教育活动一向乐于合作。总经理罗世清开玩笑地说，可惜当年没有走上艺术创作之路，不然现在自己也可以一起画画，感受绘画带来的乐趣。那我早上去看了他们展出的作品，一年比一年更精致，所以我们新竹的小孩子真的是幸福，有那么多的老师来教导他们，他们的作品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漂亮。哇，我当初为什么没念艺术系？购物中心忽然出现的美术作品，为这个充满商业气息的环境当中带来不一样的艺术气氛，适当的提供一个空间，让来往的消费者转换心情休息一下。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说到了艺术创作，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流体画呢？流体画其实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创作的方式，只要把颜料倒在倾斜的画纸上面，让颜料自由的流动，或者是用物品的形状去压印，就可以创造出艺术感十足的作品。最近新竹市的心理卫生协会就把会员们的流体画作品放到了新竹市的竹光国民运动中心来展出，希望让充满阳刚气息的运动中心也能够增添更多的艺术气氛。有别于一般的绘画创作，流体画不需要画笔，只要把颜料倒在纸上，让颜料自然流动，从而创作出意想不到的创作作品。就是因为流体画很简单，也非常适合身心障碍者来体验，感受艺术创作的氛围。这一次我们所有展出的作品都叫做流体画，那流体画是没有，就是不具象，好，抽象，然后随着色彩颜色的调配创造出内心的喜悦。因为心理卫生协会服务的是第一类的精神障碍者，好，认知功能障碍，还有智能障碍，甚至包括多重障碍者，好，那在他们的背后，在他们的内心一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伤痛跟苦处，那借由画画可以把这些内在情绪表达出来，这是我们办理这一次课程训练的最大目的。最近新竹市心理卫生协会把会员们创作的流体画都搬到新竹市竹光国民运动中心的光运艺廊来展出，艺术感十足的流体画让运动中心也变成画廊，增添了不少艺术气氛。我们把它名称叫光运艺廊，因为我们是竹光运动中心的一个服务，那今年总共有展了三个
档次。然后我觉得展出这个项目的结果，就是说希望透过这个展览，然后让民众各个一些作者他们可以有，发挥他们的艺术的一个力量，然后来到我们运动中心，除了让民众来欣赏以外，他们来这边运动，然后在休息的时候还可以看看这些的一个画展，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由于流体画作品真的艺术感十足，有不少幅的创作都已经有人指定收藏，也显示画作本身就有市场价值。而心理卫生协会的理事长陈桂凤还提出了一个小谜题，希望促进民众讨论。陈桂凤指出，这些创作作品当中有三幅作品是一位年仅5岁的小朋友创作，如果猜中是哪三幅，心理卫生协会与竹光国民运动中心都会提供奖品，鼓励民众都可以踊跃参与。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好，接着我们镜头带大家来到桃园。桃园市政府在12月25号，地点在市政府的 B2 大礼堂，举行了桃园市第三届市长暨一级机关首长的联合宣誓就职典礼，由数位发展部长唐凤担任监交人。市长张善政也表示，他将会用新的市政团队全力以赴，用最好的政绩来回报桃园市民的托付，希望能够打造桃园成为安全宜居的新都会。桃园市第三届市长暨一级机关首长联合宣誓就职典礼在市府大礼堂举办，由数位发展部长唐凤担任监交人，市长张善政在大家的见证下进行宣誓，与卸任市长郑文灿交接印信。张善政表示，他将与新的市政团队全力以赴，用最好的政绩来回报桃园市民的托付。我们政见里面提到的营养午餐，国中跟国小的营养午餐免费，应该是没有问题。还有我们要推动幼儿园大班，也就是5岁，学杂费全免，也应该可以做。另外呢，我们老人三节的礼金，还有重阳节礼金调高，也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个谢谢邱议长跟我们所有议员朋友，前一届议员朋友的配合，我们会很快开始推动，把技术性的细节赶快确认就可以推动。张善政说，他对市政团队有4个期许，包括专业、热忱、效率以及操守。市政团队必须看到市民的需要，解决市民的问题，也要坚守法治精神，积极心力除弊，打造桃园成为安全宜居、文化和经济并进的新都会。将来桃园的进步是需要福慧和谐，所以我们希望说，所有的议员朋友能够不分党派，大家齐心为桃园的未来一起打拼。我相信说，只有福慧和谐，大家放下政治的立场，桃园的进步就会指日可待。这也是我们所有桃园市民的期待。过去这段期间，我除了交接市政，也非常积极的四处访求人才，组建一个有专业、有操守的市政团队。在我们的努力之下，我想今天我们的团队也都在现场。我要非常骄傲的跟大家报告，我们的团队都是在各项专业领域里面成就显著、卓然有成的专业人士。我期待我将来能够跟我们所有团队合作无间，发挥最大的团队战力，为我们桃园市民服务。现任市长郑文灿也恭喜张善政市长获得市民的信赖与托付，荣任桃园市第三届市长，相信站在新的起跑点上，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张善政再次感谢乡亲愿意托付桃园建设的重担在他身上，他与市府团队将不负所托，用最好的市政建设品质来回报市民。记者董宇飞市府采访报道。好，画面当中大家所看到的，这是桃园市长张善政，他在12月28号的早上跟他的小内阁成员在市政府前面合影。当然，他也针对了小内阁女性成员大倒退的批评做出了回应。他说呢，会以市政府整体的人事考量，在事务官升迁上面会让女性充分发挥。
桃园市政府大门口，市长与小内阁打合影，第一排有坐了几位女性，其余全是男性。算一算，除了市长张善政、府级官员、局处长和区长，一共52人，其中女性只有8位，其余都是男性。有它的必要性啦，因为工作均权就要平等嘛。那如果说能够延揽有才能的女性主管，那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女生有女生她不同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她的做事可能会比较谨慎小心，会比较细腻。那也希望就是说真的有适当的女性的主管，来桃园市为市民服务。我觉得还好耶，反正就是她喜欢就好，用习惯就好。就是男生女生应该没有什么差吧，就是女生做得到男生也做得到，男生做得到女生也做得到。张善政也针对有人批评小内阁女性成员大倒退做出回应，表示会以市府整体人事来考量。现在的这些机要缺的确是我们在调度的时候的一个考虑，所以我们尽量在这个调度的缺额范围之内，尽量去把它发挥到极大化的功能。市长张善政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强调不要威权式的领导风格，希望团队能做到热忱、效率、操守和能力。记者董宇飞桃园采访报道。除了桃园市政府之外，桃园市议会也是很多人都关心的焦点。桃园市议会第三届的市议员就职典礼同步的在12月25号举行，当天议会的重头戏就是本届的正副议长选举，由国民党推出的邱义胜、李小忠组合对上了民进党推出的吕林小凤跟彭俊豪。最后国民党是挟着席次的优势，并且跟无党籍的议员合作，顺利的拿下了正副议长宝座。市议会正副议长选举采取记名投票，计票人员先念出投票议员的姓名，再念出投票圈选的对象。而这次桃园市议会议长选举，蓝绿各自归队，蓝军还有无党籍议员助攻，让国民党籍的邱义胜以39票对上民进党吕林小凤的24票胜出，顺利4连霸连任议长。而在副议长的选举上，蓝绿议员也都没有跑票，但因为无党籍议员张秀菊投票给李嘉欣，使代表国民党角逐副议长的李小忠少了一票，以38票赢过24票的民进党彭俊豪。而也在同天完成就职的桃园市长张善政也来到议会，与新上任的正副议长以及市议员合影留念。面对未来的府会新局，邱义胜与张善政两人都十分有信心。那在这一届的就职之前，我们有开了一个临时会，三届敬老金的部分，我们议会已经完成三读，我们张市长上任，马上可以在过年就可以提高500块。那重阳敬老金的部分，我们也加码了500块，我们张市长也可以在今年就开始发放。那小朋友今年开学了之后的营养午餐，那在我们张善政张市长的带领之下，我们也可以从国小到国中的营养午餐，市政府也会都免费。那市长特别对于妇幼非常的关心，那在5岁的小朋友的学费跟学杂费的部分，我们市议会也已经通过这个预算，让我们张市长的市政府团队来执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我们其实竞选期间提出了很多政见，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政见，将来也需要跟我们议会密切的搭配来一一的落实。所以我刚刚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几个政见推出来当作基础，我相信我们将来府会和谐的关系，撇开这些政治的立场，大家都一心的为桃园的未来打拼，会有更好的未来。是否新团队上任，市政也需要议会支持，桃园市的市政新局也要从新的府会开始。记者林德超议会采访报道。
新竹市光复高中资讯科三年级的学生梁启胜参加了111学年度记忆竞赛工业类电脑修护，在全国的精英选手当中脱颖而出，荣获了全国金手奖第三名的好成绩，这也是桃竹苗地区唯一荣获金手奖的学生。光复高中资讯科三年级学生梁启胜，当同学在放暑假时，他已经在备战记忆竞赛的内容，不仅硬体技巧要熟练，连软体的控制界面也要摸得一清二楚，才能应付竞赛的考题。今年他参加全国记忆赛，在全国好手的竞争下，荣获金手指第三名的佳绩，也是该类别桃竹苗唯一获奖的学生。因为当初选择资讯科，主要是兴趣，小时候就比较喜欢玩电脑，然后呢，看到就是有那种电子玩具嘛，小时候都会拿出来拆，然后就可能就对电路比较有兴趣，跟电脑有兴趣，以后可能就走半导体产业吧，就因为这种小电路就觉得很厉害，就是怎么做到纳米等级的电路。梁启胜平时在校上课，回家后带题目回家练习，遇到问题卡住，他还会上网找影片寻求更好的方式。一般的题目要做，还再多加一点额外题目给我去做。然后呢，主要练习的时候是六月份暑假的时候开始，就暑假就每天就开始来学校，别人放暑假在家里玩的时候，我就来学校继续练。然后呢，老师其中就是开始在猜题目，去让我去做练习。然后呢，再去把去年的题目跟前几年的题目都慢慢做出来，就是让知道自己更熟悉那个题目的流程怎么做。然后呢，在比赛的时候比较知道。能够获奖绝对是要有充分的准备，学校安排以指导老师群的方式协助训练梁启胜在各项电子资讯和技能上实作整合。启胜他本身很努力。然后他碰到问题的时候，他也很会自我学习，去找搜寻资料，然后去突破做研究这样子。那有什么问题，他还会及时的跟我们做询答的动作。我们的训练工作是采取指导老师群的训练方式，因为我们是三个老师来担任指导老师群，然后就是针对他不同的站别，然后去做加强训练。指导老师团队在师生入住旅馆期间，持续透过通讯软体远距指导和陪伴梁启胜练习，以及讨论第二天各站的解题策略，最终在全国63位优秀的选手中脱颖而出。记者万世莲新竹采访报道。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一样是光复高中的孩子们非常的优秀。这一次我们要看到的是餐饮科的学生何炫跟范采薇，他们今年参加了教育部的记忆竞赛，分别在中餐烹饪组跟烘焙组拿下了优胜跟金手奖的好成绩。这两个人各自都有扎实的烹饪技术，也凸显出光复高中餐饮科的教学实力。大火热锅倒油，加入虾仁、洋葱、青椒以及花椰菜等素材，炒个两下，美味料理轻松上桌。不要看人家炒个菜这么简单，他们可是下了不少功夫的。新竹市光复高中餐饮科学生何炫擅长中餐料理，最近他参加教育部技艺竞赛，拿下全国优胜第十名，好成绩也代表着好手艺，得奖都是靠扎实苦练得来的。那一道是糖醋烩海鲜烩海鹿，那它是由鸡肉和虾子去组成的，先炒熟之后，然后再加入糖醋酱拌匀，然后勾芡就可以出锅。他平常个性就是一个蛮乖巧的一个孩子，然后其实他做事方面的话就是蛮细心的，然后稳扎稳打，然后刀工方面的话也是不错。那在这一次竞赛中，他靠着自己的实力跟能力，然后顺利的获得优胜的佳绩。不只有中餐组的学生有优秀成绩，这一位烘焙组的学生范采薇更是厉害，拿下全国金手奖第五名。这次比赛的项目是要做宴会蛋糕，蛋糕的高度限定6公分以上，但范采薇还是克服挑战，成功抱回金手奖的佳绩。这次做的是柠檬布丁馅的宴会蛋糕，然后高度要求要6公分以上，这也是我觉得这次题目比较困难的地方。
然后因为知道要六公分以上，所以在做的时候呢，就是叠完以后要先冰冰箱才能做切割的动作，不然会容易歪掉，然后再做装饰。那彩薇呢，她很厉害，是她不仅在这个蛋糕制作上面非常的专业，她也曾经担任过我们的观餐科科学会的会长。对，那在今年啊高二的时候，五月份他也拿下了全国专题技艺竞赛的全国的第一名。所以啊，他在技艺啊，还有这个写论文部分、语文、云舞，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孩子。不管是中餐烹饪还是蛋糕烘焙，想要做的好吃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肯定是经过一番苦练才能够累积出优秀的手艺。何炫与范彩薇代表学校出赛，双双获奖，凸显出光复高中餐饮科的训练与教学，让学生都可以变成厨艺大师。光复中学餐饮科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因应年底大型演唱会活动，还有市政府的跨年活动，桃园捷运公司已经备妥了加班车疏运以及人潮的管制计划，调整自行车进站的时间，依照人潮的状况调整或者是机动加开列车的班次。跨年夜更是提供41小时不打烊的服务。年底的桃园相当热闹，除了五月天在桃园棒球场一连八场的演唱会外，还有31号市府跨年活动也在青埔登场。为了提供完善的疏运措施，桃园捷运依照人潮的状况调整以及机动加开列车班次，尤其在跨年夜更是41个小时不打烊。那桃园捷运公司为了这样大型的活动呢，已经备妥了所有的列车啊，适时可以进入这个加班车来疏运旅客。那当天因为在同一个时间在连续两个站哦都有这个大型的演唱会活动，所以我们桃捷公司也加派了人力在现场进行人潮的疏散。那最密我们可以发到每7分半钟一班列车。对于骑乘脚踏车的市民朋友，在12月30号、1月7号自行车进站时间会调整为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取消夜间10点的进站时段。同时也呼吁目前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在站内以及车厢内还是必须佩戴口罩，配合相关的防疫政策指引。那另外，在从12月31号的早上6点开始，一直到112年的1月1号的晚上11点，这连续41个小时，机场捷运是不收班的哦。那仍然在深夜时段能够维持。普通车每15分钟都能够发出一班车来疏运旅客。备妥加班车次，依照人潮的机动调整列车时间，希望能够在进场以及散场的时候减少人潮拥挤，让年底的最后一个假期能够开心往返。记者林瑞峰大运场报道。新竹县就有的一辆文康车，从民国94年启用之后，服务到现在已经17年了。为了提升服务长辈的品质，新竹县政府特别在最近用公益彩券的盈余基金购置了一辆崭新的老人文康车，车上还配有大荧幕跟卡拉 OK 的设备，方便深入各邻里服务在地的长者。为了落实长者的福利，新竹县社会处运用了公益彩券盈余基金，购置了一辆全新的老人文康休闲巡回服务专车，车上还配有卡拉 OK 视听设备，期望能够深入乡里，带给长辈欢乐跟笑声。所以这个文康车的话，只要你申请，我们都可以把车子开到你的社区去，那里面有这个卡拉 OK， 有电影啊，你都可以看什么影片都可以看得到，那大家可以一起在这边唱歌。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康乐的一个设施，让大家都可以欢乐一起，所以我们把欢乐带到每一个乡镇村里里面去，这是我们新的一个做法，欢迎大家来使用。这辆文康车配有50寸的大电视，除了可以欢唱50000多首各国的歌曲，想要看电影也完全没有问题。欢迎有需求的民众可以向县政府的社会处提出申请。94年买的那个文康车已经10几年了哈，所以也比较老旧，所以我们今年用公彩的盈余分配，买了200万元的一个老人文康车。那这部车呢，那有很新颖的设备，就是我们的卡拉 OK， 还有50寸的荧幕。那我们内建的歌曲有50000多首的中文、英文、日文，还有我们客家语的歌曲。
那我们会有一些相关的表格在网站上，那就希望各社区来提出这样的一个申请，来做这样的一个表格的填写。那我们会安排时间，然后我想尽快的来安排，然后就配合我们的活动，来把这样的一个文康车开到我们的社区，巡回13个乡镇市，提供休闲文康娱乐以及福利服务，像是歌唱比赛、趣味活动、影片欣赏以及各项的老人福利服务咨询、政令宣导、反诈骗资讯都能够一车搞定。记者简淑琪新竹采访报道。随着 U-Bike 骑乘人数的提升，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免费的骑乘伤害保险服务。根据交通局的统计，目前顺利完成伤害保险登录已经突破使用率50%。一月开始，交通局也会跟业者合作，转为主动协助民众进行投保。市府交通局规划使用者投保公共自行车伤害保险，民众完成登录后，后续骑乘 U-Bikes 不小心受伤住院或是死亡失能者，最高都可以享有100万元的理赔保障。目前投保率已经突破了使用率50%，交通局呼吁民众踊跃登录投保。骑乘 U-Bike 的民众呢，那么可以透过 App 啦，或者是 Kiosk， 或者是网站呢，都可以针对这个伤害险的部分呢，来做投保的动作。从一月开始，市府会结合违交单车业者，针对注册或者正在使用的用户主动询问，协助登录投保。民众在家中也可以利用网页来点选登录投保。我们除了会传送简讯来提醒民众能够主动来投保，来让你的骑乘多一份保障之外呢，我们从明年开始，我们才跟这个维单做合作。那么针对于在我们桃园，这个算是 Kiosk 注册的这些会员啊，我们都会逐一的来打电话来做一个宣传的行销。交通局提醒，一张票卡只能登记一位被保险人，伤害住院则是日额最高新台币1000元才免费的实名认证，还没登记民众可以到 U-Bike 官网进行登录。记者林瑞峰桃园采报道。以上是这礼拜的桃竹新闻，感谢你跟我一起关心这礼拜的桃竹新闻内容，我是蔡文琪，我们下次见。犯罪，购买盗版盒等同助长网络犯罪行为。力挺刑事警察局禁评专案，打击盗版非法行为。只要检举成功，取缔一个销售盗版盒经销商，可获得奖金10000元。支持禁评专案，全力扫荡非法 OTT 机上盒。盗播电视频道是典型网络犯罪，购买盗版盒等同助长网络犯罪行为。力挺刑事警察局禁评专案，打击盗版非法行为。只要检举成功，取缔一个销售盗版盒经销商，可获得奖金10000元。支持禁评专案，全力扫荡非法 OTT 机上盒。盗播电视频道是典型网络犯罪，购买盗版盒等同助长网络犯罪行为。力挺刑事警察局禁评专案，打击盗版非法行为。只要检举成功，取缔一个销售盗版盒经销商，可获得奖金10000元。支持禁评专案，全力扫荡非法 OTT。